还剩下多少褪色剂？我总闻到因为阵阵冰冷的气息，远处总是飘来浓浓浓浓的旧意呀。人们总要对着收音机，我不相信今天这样结局，不想再有激动心情和结局，总有垃圾我正要把它寄给你，所以必须要和它在一起聚，就别管它手里的纸飞机。我不想再让你听到这旋律，让它吞吞吞吞吞吐吐像一枚硬币，只要你会把它藏手里，这是一种掠夺感情的东西，年少时候你的